经济巨人。可能大家过去对高雄知名度不够，这一次有这个机会，特别在经济层面，一定会大力来推销高雄。政治层面的话，看他们问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据实来回答，根据自己的观察、自己的理解，尽可能回答。至少这个凌晨四点的时候，好像有被吵醒，有被打扰到。对，我想有两种可能嘛。第一种是真正的消防设备坏掉了，第二种是恶作剧。你像很多足球队到不同的城市去比赛，客队到了主队的对这个客场到主场的时候，时常半夜的时候，客场的这个足球队员会听到消防警报响起来，大家光着屁股或穿内裤跑出来。第二天踢足球的时候体力不够，这个恶作剧在世界足球比赛上屡见不鲜。所以一个是真的设备出了问题，一个是恶作剧，让我们睡眠不足。今天到哈佛演出会非常的失常，我不晓得是哪一种，我也不想去猜。那你当下怎么判断是恶作剧？刻意在针对你？那你觉得，所以这美国是民进党的主场吗？我不晓得，因为4:02，整个警报大响，大家都很紧张。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继续睡觉，这是恶作剧。当然，我太太非常紧张，怎么会有消防？而且隔壁有一个老太太，听说紧张的不得了，一个白人老太太。我觉得这是一场恶作剧。我说不用担心，继续睡觉，不要怕。哪有这么巧？我们一辈子第一次来波士顿，第一天晚上睡觉，第一次躺在床上，凌晨四点零二分，这个火警警铃大作，我觉得太巧了，我不想去猜了。我想知道你和消防局怎么样回应香港的这样的动作？你大声一点点，你大声一点。怎么回应香港这样的动作？香港战中，这个问题我现在还没有了解。等你需要，你已经好像问第二次了，是第二次。我现在所有的时间，我不是讲狮子搏兔吗？我在专心准备哈佛的演讲，好不好？那你可以说一下，你觉得一国两制是？我已经强调好多次了，而且还摸着我的心脏，今天摸额头，好不好？啊，台湾大多数主流迷完全不能接受一国两制，我不是说了好多次吗？麻烦你看我的眼睛。好不好？我再说一遍给你听，看着我的灵魂深处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吴敦义表态不选总统，就是希望您能够出来。这个我回去再说。我们今天全部 concentrate our mind， concentrate my mind， 把今天下午的演讲好好的准备。其他目前都不在我考量，好吧？那对于两岸关系会特别的，最主要是以学术交流为主。对，我们这个是在1月份 January 就定下来，谁晓得今天4月份的时候，整个台湾政治氛围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当初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到，五位哈佛大学教授也很诚恳的邀请，我也非常乐意来，所以今天才促成今天下午这场哈佛大学的拜会。万万没有想到3个月的变化是这么大，所以今天我想我不要讲表达太多，先把下午这场演讲代表高雄，代表台湾人民，整个对2018年台湾县市地方基层的选举的深远的影响，就我个人的观察跟第一手的参与，向各界提出报告，向哈佛大学师生提出报告，我觉得这是今天最重要的工作，好吧？谢谢。